我现在来讨论的是正弦定律。正弦定律的证明的话呢，我们从三角形的面积来着手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三角形 ABC。来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，我们的话呢列出来。三角形的面积的话呢是怎么算呢？是两边夹一角，二分之一 AB sin C。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是 b c sin a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是 a c sin b，二分之一 a c sin b，好，这个这个等式。 我们全部的话呢，通通乘上两倍，然后再除以 a b c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果呢？两倍的三角形除以 a b c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可以得到这个 sine c 留着除以 c，c 是指的是三角形的这个长度等于这是 sine a。 除以 a 等于 sin b 除以 b。好，我们的话呢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弦定律。但是我们如果考虑的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一个三角形的外接圆的情况的话呢，那我们的这个正弦定律的公式的话呢，就可以更加的扩张。来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外接圆的状况。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接圆，它并不会困难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现在以这个角 B 来看，现在的话呢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看这个三角形的话来说，这个三角形以及这个三角形的话呢，角 B 所对的弧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肯定的说，这个角 B 跟这个角 B 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样子，然后再过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就可以这么写了，这边的 sin B。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s i e B prime？好，我们再继续写下去。以 s i e B prime 来说的话呢，这是一个通过圆心的一个直角三角形。通过圆心必然是直角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这么说了，这个假设它的半径叫做 r，那么这个斜这个斜边就是二 r。 那它的对边就是 b，那我们就怎么写呢？来，我们写出来是斜边分支对边，二 r 分支。这个对边是 b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 sin b 的话呢，用这个取代 b prime，就等于这个来取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是完整的一个正弦定律的公式。我们把它颠倒过来写，会比较看起来简洁一点。a 比上 sin A 可以等于 b，这是长度，比上 sin B 等于 c 比上 sin C，最后等于两倍的外接圆的半径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弦定律的证明。